我自细就住喺葵涌，逢亲礼拜日阿爸放假，佢都会带我上葵涌村上面个公园度玩。明明光辉围咗公园，下夜都要逼人行条死人八步梯。每次上去都见到有班人喺个地下扭下扭下，唔知做乜。阿爸话呢啲叫 breaking， 都唔知 break 咗啲乜。所以我最中意就系礼拜日。有得玩，玩完咗都去葵涌广场扫街添。但唔知边日开始，佢就冇再带过我去公园啦。唔经唔觉都有5年冇见过老豆啦。不过生活冇咗边个，咪又系一样咁过。唉，又唔合格。不过冇温过书都系第四嘅，书又读唔掂，乜嘢都做唔好。唔知点解我做样样嘢都咁唔顺利，个人又冇目标，唔通我真系唔值得拥有梦想咩？世界咁大，个个都有烦恼，究竟挨到几时先可以走出呢个迷宫呢？原来改变可以发生喺一眨眼之间。当我开始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我就发现生活原来变得不一样。原来专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。就算跌倒，就算失败，虽然爸爸不在身边，但是总会遇到支持我继续追寻梦想的人，叫我撑住。就算呢一刻你觉得好迷茫，请你坚持住。体能唔好就要操，肺活量差就要练。街舞嘅精神就系永不言败。如果要超越自己，必须要勇敢面对属于自己的课题。路始终都要走下去。今年八步梯隔篱已经起咗部 lift， 但我仍然坚持，每日用我对脚去追寻自己嘅梦想。